男友还没给家人看过，陈妍希要和陈小艺一起过年。好久不见的陈妍希今天出席活动，一袭深色洋装暴露露出好身材，一出场就让我们的摄影大哥快门按都停不下来，实在好有眼福哦。漂亮啊，陈晓和陈妍希这小两口婚讯一直没有下落，前阵子听说已经见过男方家长了，对方很喜欢他呢。我也很喜欢他的爸爸妈妈，他都真的超可爱，超级可爱。就前阵子那边就天气变冷了，妈妈还有跟我讲说，哎，要记得保暖，都非常的贴心跟温暖。爸妈对他评价怎么样？哎，我爸妈还没有看过他。这就是你不对啦，今年过年应该可以带阿娜带回来给家人看看吧。这是过年了，就是大家猴年行大运啦。女神陈妍希身穿黑色深 V 礼服，小露事业线出席电玩展代言活动，准备抢攻宅男市场。而陈妍希表示，农历新年会在台湾过，还能吃到妈妈的拿手好料，让她直呼好幸福。今年的过年还蛮幸福的，可以在家里过，已经跟妈妈点菜了。妈妈每年她过年，我都会跟她点三道菜，就是那个红烧肉，然后干煸四季豆跟糖醋鳕鱼，每年都一样。孝亲红包已经想好包几位数了？已经包了，对，已经包好了，对。透露一下，就是是一个他们都还蛮满意的数字。就要带一位护工。哎呀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好像已经见过对方的家人。嗯，对对对，已经看过他的爸爸妈妈。他说好喜欢你。我也很喜欢他的爸爸妈妈，他们都真的超可爱的，超级可爱。天气变冷了，他妈妈还有跟我讲说，哎，要记得保暖，这样就非常的贴心跟温暖。自己这么得未来公婆的喜欢，那什么时候才打算把未婚夫陈晓带回去给爸妈鉴定一下呀？我爸妈还没有看过他了，这是过年打算带回来。这是过年吗？就是大家猴年行大运啊！旺News新闻网记者得到的结论：想要陈妍希跟你拜年，就问他哪时才要带陈晓见父母。采访报道。